最近怎么样？还不错。你去问十个人最近如何，收到的九个回答差不多都是我很好，还可以，挺好的。这种体会不到情绪的半标准答案。如果不曾听说他在周六的晚上一个人在家里喝了一箱啤酒，醉倒在啤酒瓶堆里睡了一晚上。如果不曾在聊天中听到他说，在一个平凡的夜晚，自己发疯似的崩溃，听他形容自己哭得汗泪交杂的许多模样。如果不曾在某一天回家以后，一关门就顺着墙壁坐在地上，憋不住的眼泪终于开始狂涌，最后像一条要渴死的狗蜷缩着不能动弹。如果没有这些，我可能真的会以为那些不在朋友圈频频出现的朋友现在事事顺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这一批消失在朋友圈的90后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情绪越来越内敛，连崩溃都要调成仅自己可见的模式。还记得曾经年少时放声大哭的那些年吗？小学的时候一哭就会有全班同学围过来问东问西，带来声色却暖心的安慰。初中的时候一哭会有自己的一帮好兄弟围过来，装腔作势的也要去帮你出气。高中的时候哭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两个知己朋友拍着肩膀和你语重心长地说上几句，让你不要放在心上。而现在想哭的时候只能留给深夜，把自己浑身包裹起来，再独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小空间，只敢把悲伤留给自己，生怕被别人窥探到。才明白原来当初心心念念的成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自己要学会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太难了，老铁，最近我压力很大。这是一句大火之后被大家争相拿出来逗玩的一个梗，然后在一窝蜂的哈哈大笑之后，更多的人说这就是我当下的状态。白天喜欢斗图，手机相册里表情包占了一大部分，可以在自己难过的时候一边红着眼睛撇着嘴一边发着哈哈哈。晚上喜欢听歌，戴上耳机就好像全世界都是自己的，歌里的情绪不断积攒，突然爆发就如天塌下来一般的支离破碎。总之假装乐观，拒绝分享所有的情绪，自己默默消化，不管好坏一股脑的往自己心里塞。其实我知道你以前喜欢大事小事都喜欢发朋友圈的，会暗搓搓的期待会有谁看了朋友圈之后来关心自己，询问情况，以此为满足。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越来越不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展现在朋友圈了。以小欧为代表，作为典型，自从大学毕业后，我越来越少看到小欧的动态。我忍不住点进去他的主页，发现上一条动态竟然是2019年年初时拜年祝愿。我知道他这一年换了两三份工作，整天跑东跑西，做了三次的职场新人，自然少不了心酸的适应过程。所以我才惊讶他怎么这么悄无声息，以前连踩了口香糖都要在朋友圈骂骂咧咧的小欧现在怎么了。没人有时间去关心你，崩溃给别人看只是拆自己的台，自己可以挑一个周末躲起来好好发一场情绪，工作日继续该干嘛干嘛。小欧在听了我的疑问以后似笑非笑地说了几句，我们消失在朋友圈是因为不想继续扮演着那个疼了就喊哭了就哭的小孩子。
而要学会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扮演别人眼中那个乐观坚强的自己，而把所有崩溃的一面留在深夜，自己慢慢舔舐。毕竟在后来的朋友圈里，你可以是一个领导眼中的好员工，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却唯独不能再肆无忌惮的好好做自己。于是开始越来越懒得发朋友圈，你不是谁的全世界，但依旧要做自己的太阳。大家都难，都是憋得满头青筋暴露，都陷在自己的泥沼里举步维艰。可我们越来越听不见周围抱怨的声音，也很少能听到谁的嚎啕大哭。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对自己最大的隐忍就是等回到家关上门以后再爆发。我们渐渐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也越来越抗拒表现脆弱，更希望在前进的道路上，即使负重前行也能够不声不响。在时间的巨大冲击下，每个人都被催着长大，而长大的一个征兆就是越来越不会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释放在朋友圈，崩溃自己可见就好了。毕竟我们不可能永远做一个在爸妈怀里撒娇，趴在朋友圈上起不来的爱哭鬼，这是成熟的代价。尽管又疼又累，但我们最终会脱胎换骨，和更好的自己重逢。坐在酿造忧愁的酒馆里，谁闭着眼？走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与黑夜缠绵，拨开时光的脸，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放纵纷扰的画面，那里人来人往，渐行渐远，他总是小心翼翼，卑微着悲喜，他被做惆怅的未来自语，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花，可及的相守，咫尺天涯的相拥，在繁华落空时他们相逢。
飘零半生，一个男人握着加温的啤酒，整片星空和一只老狗，他没流过一滴眼泪，却被大雨包围，冷暖自知的酒杯游荡着善良的魔鬼，他总是这样说着，一切都无所谓，他背对着人群摔碎了酒杯。在繁华。